好，所以呢，十声称名具足万愿行，所以并非称念之时才具足哦，不是说你念才有功德，光是这个名号的本身的功德就很大啊，南无阿弥陀佛的功德就很大啊。他这里有举例了啊，水有湿度，我们不一定说要让它起波才能滋润啊，他意思说就是说。这个佛号本身就有功德了。好，关于念佛的这个心行啊，关于念佛的心行那净土宗有别于其他的一般的大乘菩萨教啊，净土法门修行者都是依净土三经来教化，就是修净土法门的修行者哈，都是要依净土的经文啊，净土的教理来理解。如果你理解，如果你读净土宗的教理，那你又去读别的宗派的教理，你会迷失，你会有觉得会有矛盾点啊，你会有矛盾点，你会觉得很多的不通啊，所以善导大师才会说再说一遍，善导大师说，如果你读净土，你读净土，那你如果读别的其他的经论的话，你要理解，你一定要理解很多的一个这个那个根气法还有机的根气你要你才能理解，不然你没有办法理解的时候，你会矛盾，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有的这样讲，有的那样讲啊？你如果修净土法门，你就是看净土法门的书了。好，那但能上进一行，下至十念，就是以佛愿力，莫不皆往故名义，斯乃不可以言定义乃取信之者怀疑，要引圣教来明，欲使闻之者方能且过，就是净土修行者必须对于。专称佛名，即便往生，要有绝对的信心。既然信了以后，一生要一心，要一生要专念佛的名号，因为我们要借的第四十八愿的第十八大愿，乃至十念就能往生。那因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十念？你刚刚我已经讲了呢。为什么会称念十念就必得往生？因为十念南无阿弥陀佛，有愿有行呐、啊，有愿有行啊。龙树菩萨说，以信的方便所以意行即至，就是方便法不是方便的，就以信这个信徒法门呢，很快速的很快速的学习，也很快速的到换了一个环境，信而无行，即非真信。若能专行，若能认真发愿，又可以认真修持，那就可以完成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第三点就是要辨析，要辨辨分辨解释一下，分析一下什么是正报成佛之难，正报成佛以依报往生之意。我刚刚讲课都有特别讲我们念佛是换一个环境，并不是说去做佛祖了啦。我们不是马上证佛了，不是啦。我们要分析一下，证报就是得到佛的这个相貌证报我们现在的相貌是我们的业报而来的。我们现在长得更加看起来人像但是也是看起来有一些苦恼相就是有时候我们看起来每一个人的这个长相都不一样嘛，这是我们自己所自修自造来的嘛。那我们念佛呢，要成为佛的这个相貌有困难，但是你换了一个环境可以比较容易所以他说又来论中称多宝佛又来论中称多宝佛他是在那个最后的地方又来论十六页的第三行，十六页第三行，他这一段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时间也是有一点，
真的实在是非常的不够，我都准备100页，一定要把它讲完，但实际上呢有点困难啊。好，虽然呢，这里又来论中称多宝佛，为了求佛果即是正报，所以念多宝佛，《色大乘论》里面说的念多宝佛是要求得正果啊，下为发愿求生。那我们讲的。阿弥陀佛的发愿是往生净土的，是依报不一样哦。所以呢，一正一依很起得相，哪是可以说混为一谈？正报很难啊，就是要得佛的相貌啊，得的佛的正佛果位很难。那念佛虽精未克，虽然也是很非常非常高妙的一个法门了啊。但是也还没有办法证得，那但是依报容易得到，所以呢，一愿之心未悟啊，虽然呢，就好像什么比喻了，比喻说哈，我们这个现在很多有一些国家战争，那他逃难到隔壁的国家去，他可以去隔壁的国家去。但是他不能去那个国家当官啊，不能当王啊，不能当佛啦、啊，不能当菩萨啦、啊。他可以去那一边啊。今时愿往生者，便是一切头化众生，头化众生啊，就好像我是边疆人，我是边地的人，但是我来到都市，我可以来到都市啊，但是我没有办法这，我换了一个地方。但我身份还要慢慢修行所以但能上进一行啊，下至十念以佛的愿力，莫不皆往。就是我们都是借由佛的念力呢，愿力而换了一个地方，故名意了这善导大师特别这样说。那这个呢，我就不讲了，这已经刚刚全部讲完了那。医报嘛，医报哈，我们去念佛是去医报，不是得到正报啊。念阿弥陀佛跟念多宝佛不一样啊，念阿弥陀佛跟念多宝佛是不一样啊。好，所以那这个呢也是 OK 的。好，最后呢结说啊，结说做一个总结，依圣教量来修行啊，就是说要依。佛所说的诚实言来修行不要依那个诸师大德所判出来的来修行。师乃不可以言定义不可以以这个言来定义。自信之者怀疑，会让人家怀疑的。要引什么圣教者来明要以这个佛所说的经来证明的。欲使闻者让人家听的可以。离开他的烦恼，解除他的疑惑，好，那这边呢，他这里有一个表这个表呢，这边呢是一个成佛中间这个是成佛，旁边那个是往生的方法，成佛的一个说明。色大，我现在做一个总结了。今天讲那么多，这里用一个表来做总结。色大乘论的说法，他说，如果人念佛、念多宝佛，给予嘛无上菩提，得不退堕，得不退堕，那通论之家，就借由这个大色，大色色大乘论，通论之家的诸师大德。他对于这句话有一个误解，他说：“仅以念佛就可以成佛，那这个不太符合吧？”善导大师说，善导大师就是要破除这样的想法，破除那个诸师大德说的。善导大师说：“我引用华严经来证明念佛是可以可以成就菩提。”万行之中，就是很多的方法当中，有这个方法是念佛法门的好，那善导大师对这个色大乘论，他有另外一个解释他有一个解释，他解释什么呢？
且从他起行开始一段时间，还处在于生死位中，这样不断的生进，直到超出生死乃至成佛之间，永远不退这叫做不堕就是说所谓的这个色大乘论，善导大师对于色大乘论的这个不退做了一个说明。就是直到，就是你要慢，就是还处在生死位中就不断的一段时间，就是不断的修行就不慢慢的就可以修到这个不退好，那这个依报跟正报的解释，称念多宝佛是可以得到正报那正报很难得到一行念佛虽经未克，就念佛。也很难得到这个正报了，好，那我们再看前面这里右最右边这里这个是属于要说明那个成佛的思想，四大乘论他说这个不是成佛了，往生的思想，四大乘论对于往生这个怎么写？四大乘论说，如果有人唯有发愿生安乐国，这个是经文，那通释就一般的诸师大德对这一句话说，他说下品下生，只要十声念十声十声佛号就作为别时往生，就可以往生啊，这是方便说了。哦，这是方便说了啊。那善导大师就说了，他不是方便说，他就引用《阿弥陀经》，善导大师就破通论家说，我引用《阿弥陀经》解释释迦佛乃至十方诸佛都是诚实语哦，都是说都是你只要念十声佛号乃至临命终时念佛，乃至一生，乃至十日，乃至一日。你都可以往生，他就破说这个不是方便说。好，那善导大师对于色大乘论的思想是什么呢？他说今此论中但言发愿，不论有行是故未得得生，不能马上就有愿无行，不能马上得生西方，于远生作于其意，他这样子也是对的。那经此观经，但是经此观经呢？因为他就说了，这个经文这样说也是对的但是呢这个经文呢的这个解释里面呢色大乘论的经文这样说是对的这样是说是对的有愿无行，他不能马上得生的这是对，但是。观无量寿经里面说，十声称佛，即有十愿十行具足，必得往生。那这个称佛呢？因为我们刚刚讲南无阿弥陀佛，就有信愿行所以就意思说，他可以得生的他是可以得生的那这个呢？那依报正报的想法呢，就是。唯有发愿全求生净土是依报依报容易求其以一愿之心即入，就是只要你发愿就可以了所以可能我们对这个往生净土就可以去以为去极乐世界就成佛了，没有了就是换一个环境换一个环境那因为接着是第六会通，因为第六会通二乘人这个他就会讲到这个。佛的三身，阿弥陀佛的三身跟别的佛的三身是不同的不一样的原来他是为了极乐世界的三身而说的即受西方安乐国，接引众生大导师，我今发以发愿愿往愿生，愿为为愿慈慈悲悲安身施舍受。等弟弟子子众善等，普为为四恩四恩三根有，友，法法界界众众生生，求于多诸于诸佛佛一乘一无圣上无菩上提菩道提故，道故，专专心持心念阿称弥陀阿弥佛，陀万佛，德万德洪洪名，名，即即生生净净土，土。
又以恶业有咒业伏重，我轻，今葬身与会君同行，前，染感心心易易事，事，尽得尽得难成。难成。今于因佛无所求前，而翘起早菩成菩提，提，披心利一力一心，心，头诚头诚忏痛悔。头诚我忏及众悔，生，旷劫至旷劫今，至今，离本离净净心，心，众贪众嗔贪痴，嗔痴，染秽染秽三业，三业，无无量量无无边。边。所所作作罪垢无量无边，所所结结冤冤业愿业，愿悉悉消消灭。灭。从于今日立立生四愿，愿远离离二恶法法，四不自根不耕造，种，勤勤修修圣正道，道，四不自退不退堕，堕，四自成正成正觉，觉。四度众生。阿弥陀佛。以慈悲慈愿悲力，愿力，当证当之证之我，我，当哀当哀悯悯我，我，当加当倍加倍我。我。愿禅观之中，梦寐之际，得见阿弥陀佛金色之身，得利阿弥陀佛宝严之土，得蒙阿弥陀佛甘露灌顶，光明照身。手蒙我头，依附我体，使使我我数树障障自自除，除，恶善根增根长，再无增长，大善即根离空烦诸烦恼，恼，顿断破特无无明，明，圆觉无妙妙心，心，豁豁然开悟，然开悟，极极光光增增进，进，常常德德现现前，前，至于淫欲命欲命中。中。欲知欲死知时字，日，身生无一无一切切，病苦病苦厄难，厄难，心无一切贪念迷惑，诸出根根越越狱，狱，正正念念分分明，明，舍福报报安恩详，祥，如如入入禅禅定。定，阿阿弥弥陀佛，与观音陀佛，今四世字，诸出圣正贤前受众。持。放放光光皆接已，引不语，垂如手入提正膝，知，楼阁床翻，异乡天悦，西西方方胜圣境，境，昭超示世目目前，前，令以诸诸众众生生，见见者者闻闻者，者欢欢喜赞喜见叹，叹，发发菩提提心，心，我我于于尔尔时。时。趁金趁金刚刚台，台，随随从从佛佛后，后，如弹如弹指指许，琴，生生极极乐乐国，国七七宝宝池池内，内，盛盛莲年花花中，中，花花开开见见佛，佛，见见诸诸菩菩萨，萨，闻闻妙妙法法音，音，或无或声无声的，忍，于悬须臾臂于间，肩，成传示诸述生佛。活。亲亲蒙蒙受受记，记，得得受受记记已，已，三生三生四四字，世，五五根眼五眼六六通，通，无量无量百百千千，陀罗尼门，一一切切功功德，德皆皆悉悉成成就，就，然然后后互为互安为隐，安养，回回悟悟说说佛，佛，分分身身无无数。数。遍遍十十方方丈，刹，以不以不可可思思议议自自在在神神力，力，种种种种方方便，便度度脱脱众众生，生，咸严定令彼彼染，染，还还得得尽尽心，心，同生同生西西方，方，若不若退不退地，地，如此如此大大愿，愿，世界世无界无尽，尽，众众生无生无尽。尽。业业及烦及烦恼，恼，一切一无切无尽，尽，我我愿无愿无尽，尽，愿遍今经礼礼佛佛发发愿，愿修持修功持功德，德，回为思有之有情，情，是自恩恩总福报，报，三当有有其情资，之，法界一众众生生同同源源种种子，智，我今我众今等众等，称念不念阿阿弥弥陀。陀。真真实实功功德德佛佛名名号，号，
唯唯愿愿慈慈悲悲安哀摄摄受，受，正正知知忏忏悔悔及及所所愿，愿，往往昔昔所所造造诸诸恶恶业，业，皆皆由无由无始始贪贪嗔嗔痴，痴，从从生生与与欲意之之所所生，生，一一切切我我今今皆皆忏忏悔，悔。愿愿我临临欲命命终时，时，尽除尽一除一切切诸诸障障碍，碍，面愿见念彼佛阿阿弥弥陀，陀，即即得得往往生生。安乐国。愿以此功德庄严庄佛严佛净净土，上土，报以上四四重福音，恩，下相济继三无途所住。苦。若有若见见闻闻者，者，悉悉发发菩菩提提心，心。尽尽此此一一报报身，身，同同生生极乐乐土，国，十十方方生三世世一一切切佛，一一切切菩菩萨萨摩摩诃诃萨，萨，摩摩诃诃般波若若